最后的女孩通常分为两种，一种兼备着高阳的清纯懵懂，而另一种是酷女孩，她更高高在上，她能够很好地处理所见的困难，做出更加富有智，她们都是好姑娘，被社会赞许的姑娘，所以人们将活下去的殊荣赐予她们作为奖。怪物的利爪和屠夫的刀锋永远伤不到她们，杀不死。所以你想表达的？我想表达的是放宽心，安妮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，在我们死绝之前尤其安妮，但如果我们弄丢了她，我们死亡的概率就会大。多谢你的宽慰。等等，那只巨大魔鲸的尸体不见了。也许是他没死透，爬回巢穴里去了。他死了，我确认过，没有熊。这里的泥土还残留着他脱落的毛发。一张纸条，真奇怪。嘿，你看这，我们跟上去。脚步消失了，这儿的土地湿润度和外面不同，无法留下清晰的脚印。这股味道，我似乎钥匙，是那把钥匙上的味道。这里的苔藓一定有着特殊的效用，我们得带回去给雅。Verting， 是 Verting 小姐吗？是安妮的声音，她就在这附近。我在这儿，我在下面。手工挖掘的痕迹明显，土壤干燥且……我看见你了，别怕。上天啊，感谢上帝，我还以为我会死在这个山。其他人呢？其他……我们救下了金面小……屠夫将我放在那个洞。Verty 小姐，我们得赶紧逃走。经典剧情。最经典的是，向后站一些，他杀不死你。但不，请让我和你在这种。这条路吗？你好呀，要记得来找我玩呀，来尝尝苦头啦。嘿嘿呀，行，等一等怎么做？定制啤酒，掌声送到。喂，太好了，所有人都会喜欢蓝色泡泡花园。你的命运已然注定。救命！比星星更小，比蘑菇更大。我知道你命令我，我所愿了。坏人已经全都赶跑了，大家放心吧。跑，向后跑，拉开距离。
松开手。好，是的。哇，奇迹，这就是